大家晚上好。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国庆节的假期了啊，但是我们讲座还是如期的开始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主题，就是这个关于杨小凯，关于杨小凯。我演讲的这个题目啊，叫这个杨小凯经济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啊。杨小凯这个人物啊，的确太重要了。其实，我们说，上帝造有君王、有祭司、有先知这三种角色。杨小凯既非君王，亦非祭司，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先知啊，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先知。所以我觉得，我们来讲杨小凯是怀着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来讲他，虽然他和我们是同时代人啊。杨小凯这个出生于1948年的10月6号，其实再过几天就是他70岁的忌日。那么我们想把今天这场讲座也献给这个杨小凯先生啊，作为他70岁忌日的我们对他的一种怀念啊。他是在2004年7月7号，他就离开了人间，已经离开14年了。我们上次到复旦大学这个开会纪念杨小凯逝世10周年，这一晃这个又过了4年啊，又过了4年。所以我们在这个场景下，在他临近70岁忌日的时候，这个场景下，我们来怀念杨先生啊，我们来学习他的经济学思想，同时也是。啊，我们来理解杨小凯经济学思想的这个现代意义啊。我说的时代意义其实就是现代的意义，就是他人已经离开了，为什么他的思想我们今天还来怀念他？就是因为他的思想仍然有鲜明的这种时代意义啊。我想大概讲这么几个题目。第一个，我讲命途多舛的杨小凯啊。大家知道杨小凯的一生其实是有很多这个。坎坎坷坷，很多波折啊，很多波折。那么杨小凯能够闻名于当今，闻名于天下，是他在1968年的时候写的那篇《大字报》。当时他所在的这个文革的造反对的这个团体叫湘江风雷，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杨锡光。那么，他当时写的这个东西是，文革已经搞了2年，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搞了2年，他在1968年的时候写了这篇东西，这篇东西的这个名字叫《中国向何处去》。那么这篇东西当时可以说是名震天下啊，影响非常之大。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啊，我们虽然比杨小凯小几岁，但是我们这一代老三届的红卫兵。可以说没人不知道杨小光、杨锡光啊，他的手叫杨锡光，没人不知道杨锡光，没人不知道他的《中国向何处去》。但是《中国向何处去》写的什么啊？写的什么？其实可能很多人只知道这个名字，并没有认真去看他在写什么。今天来看，杨锡光当年写的这个《中国向何处去》，其实是一个非常左的东西。抱歉啊，这个杨小凯他是写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来看他的这个思想啊，就是说他当时来讲他是非常左的啊。杨小凯的主调是这样的，他认为呢，这个中共已经执政了19年左右，在这个19年当中已经完全产生了一个脱离人民、完全离开了中共立党宗旨的一个阶层啊。我们今天他们经常说初心啊。他其实那个时候表达也是这个意思，他认为这个阶层其实已经完全脱离了人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压迫人民的这种敌人，所以他的观念就是说要搞第二次革命，而这个所谓的第二次革命，它的核心的观念是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要按照法国大革命这个巴黎公社的原则来处理，所以杨小凯认为毛泽东所发动的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还是不够彻底的。他举的例子就是说，你像当时这个上海的二月风暴，就没有体现巴黎公社的理念。所以其实杨小凯他提出一个比文化大革命还要更加左一些的目标，
就是比达到组织派和当权派更要彻底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推行这种二次革命。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文章来看，杨小凯他是一个非常一个浪漫的一个革命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啊，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可以说，在那个年代，他的这篇东西可以说是在文革当中所有打打杀杀的这个打打骂骂批判的这个所谓的这些文章当中，他是唯一的一个有思想性的东西。就杨小凯是一个有很深的思考的一个人。不管他这种思考是建立在一个什么维度之上，他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因为这篇文章所展现的理性的思考，展现他的博学的才华，展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的掌握，对当时很多那种迷狂状态的青年，可以说是一个棒喝啊，是一个棒喝。它起到了警醒的作用。所谓的警醒，其实就是，所谓的警醒，就是让当时这些沉迷于文革迷狂状态这些青年，看到了自己的莽撞，看到了自己的浅薄。我认为，杨小凯这代人，杨小凯对一代人的警醒，他是非常这个影响极大的啊，影响极大的。我认为，中国的知青这一代，特别是老三届，有两件事情是对他们影响极大。一件事情就是杨小凯的这篇啊，《中国向何处去》；一个事情就是9.13事件啊，9.13事件。这两个事情给这一代年轻人所带来的是震撼，是震惊，是警醒，是让他们清醒，然后让他们读书，让他们思考。这两件事情都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当然，这个《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我们不管它左也好，它是右也好，它当时的这个影响极大。那么，因为这么种巨大的影响，它当时的中央文革，包括像康生和陈伯达，都关注到了这个《中国向何处去》。他们认为，一个20岁的年轻人不可能写出这么多东西，他背后一定还有。这个所谓的黑手啊，在文革期间说，康生他们主要是害怕他这种思考背后的那种精神的力量，他们认为要把这个杨小凯他背后的黑手抓出来，因为杨小凯的父亲这个时候是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他认为他们可能这些人就以为在杨小凯背后一定会有更高的思想者。所以他们是希望能够去挖出这个背后的黑手，所以他们就把杨小凯关到牢里面去，然后这个判了他10年的徒刑啊，判了10年徒刑。那么杨小凯其实在他的监狱当中是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什么过程呢？就是杨小凯在监狱当中完成了他的人生的启蒙啊，完成了人生的启蒙。所以杨小凯的整个监狱生活这个10年。对他来说，既是一个炼狱，同时也是完成他的精神的升华，啊，精神的升华。为什么？就是因为杨小凯在监狱的这个当中，他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这个人物叫刘凤祥，他就是杨小凯的精神启蒙者。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细节啊，我们可以讲这么一个像电影这个蒙太奇这么一个细节，就是。当杨小凯这个在晚上被抓起来推到这个监牢去的时候，那个监牢里面，这个看守所的监牢里面，其实就是黑不隆冬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地下铺的稻草，他们睡在上面。所以当他被推进这个监牢，背后的铁门咣当一声关上的时候，在那个黑暗之中，突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这个声音说："你是杨希光吧？"啊，我们知道他当时的名字叫杨希光。杨小凯当时一听，简直是吓得这个汗毛这个都竖起来了，非常害怕。就是在一个本来到了一个监牢这个陌生的环境，人就极度的紧张。结果在抢救的突然传来一个这个低沉的声音，而且还知道他的名字，他非常害怕。他说："你是谁？"那个人回答道："你不要管我是谁。"他说："我善一善，你也该进来了。"
这就是当时一个场景，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啊，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么一个黑暗的一个铺满稻草的一个牢房里面，有这么两个人这个对话啊，这个人跟他讲话的这个人就是刘凤祥啊，就是刘凤祥。刘凤祥是什么人呢？刘凤祥曾经在中共浏阳县委办公室做过主任。他被抓到监牢来的时候，他是这个湖南新农民报的这个编委啊，他是一个干部，他是一个干部，地位不是很高，但是他担任过这么一个级别的干部，同时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啊。我下面会说这个刘凤祥啊，会说刘凤祥。那么后来他们两个人有这么一个就是在夜间的对话，他们两个就认识了嘛，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流啊，交流。你可以想象，一个20岁的年轻人，他遇到了一个像刘凤祥这种人，他把他看成一个可以推心置腹来交流的对象，所以他就跟他讲，啊，他在外面写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向何处去什么，他非常眉飞色舞的跟他介绍他的一些观点啊，谈的这个非常兴奋啊，非常兴奋。但是当他讲完他的这一套东西以后，刘凤祥非常严肃地跟他讲了一段话，啊，可以说这段话可以说是这个语重心长。他说什么呢？刘凤祥对杨小凯讲，他说：“你们这一代人不能够再沉浸在法国大革命和苏俄红色革命的光圈当中，你们必须要从这种历史的循环的链条当中走出来。”你们要学习的是英国的历史，你们要去了解英美的宪政，要了解英国光荣革命的历史，同时你们要懂经济，你们要懂市场经济，你们要学经济学，你们要成为经济学家。我们想，在1968年的时候，有一个人能够讲出这么一段话。不说在1968年，就是78年、88年、98年，甚至18年，有人来讲这段话，都是醍醐灌顶。可以说这一段话，它体现了的是刘凤祥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毫无疑问跟当时正沉迷在文革的这种浊情思潮中的杨小凯是南辕北辙的啊，百折的。但是这一番话给杨小凯极大的这个启示，可以说是醍醐灌顶啊！对杨小凯来讲是醍醐灌顶，因为他还沉浸在苏俄的这个红色革命的传统当中。我刚才说他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其实是一个非常左的东西啊，他甚至认为毛都还不够，还需要更加能够体现法国巴黎公社的这种精神。所以他遇到了刘凤祥，可以说是遇到了他人生的一个导师，因为他第一次听到啊，英国宪政、保守主义、光荣革命、市场经济这一类崭新的概念啊，这类崭新的概念，这些概念毫无疑问是他没有听说过的。但同时，对这个20岁的年轻人来讲，这套东西毫无疑问是给他一种巨大的精神冲击啊，给他一种巨大的精神冲击。这个，我在这个地方稍微离开一下，我来讲一下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五四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中国我们这个辛亥革命以后的这种五四运动，其实是我们中国是看成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啊。但这个时候应该说，我们以这个北京大学为中心的这么一个革命思潮，它其实是有几种流派的啊，几种流派的。如果说我们把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这种为代表的传统看成是其中一个流派，那么这个流派毫无疑问是红色革命的流派，因为他们这个流派的主要的价值是扬苏俄，就是鼓吹苏俄的革命，是弘扬马克思主义传统，提倡红色革命和暴力革命的，这是一条。另外呢，还有一条就是以胡适和蔡元培为代表的传统，这一派他们有些倾向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主义。但是这一派他们来自域外，就是境外的思想资源是法国大革命，
是大百科全书派，是罗素、杜威。所以虽然他们和第一条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传统，也是以打倒孔家店和反对一切宗教信仰为特征的。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两派看成国共两党啊，他们的前身，就他们有区别，但是他们有相通的这一面啊，有相通的这一面。这个所谓的相通的这一面，就是他们都是反传统的，因为他们都是希望能够通过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和激进的革命来重新完成国家现代的构建，这是他们两派所共同的特点。但是我们不知道，在这两派之外还有另外一派啊，还有另外一派，这一派就是以阎福、张自昭为代表的这一派，他们的传统其实是倾向于英美保守主义的啊，是倾向于在中国走渐进的这种变革的道路。他们也主张变革，但是他们主张的不是那种社会的大变革，他们主张的变革是类似于英国光荣革命的这么一种方式的变革。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历史语境之下，其实我们不难理解前面的这两种，就是以胡适这个蔡元培为代表的和以这个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这两种这个传统，我跟他说他们其实就是国共两党的思想前身，这个不难理解。但是第三种思潮很多人其实是不是很了解啊，不是很了解，我们也不了解。是到台湾了以后啊，我们开始去接触这个周德伟先生啊，这叫周德伟先生。我在那个关于台北紫藤庐的这个讲座当中，我也讲到这个观念啊，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这个第三条道路，它不是以新青年为代表，而是以贾莹为代表啊。贾莹是1914年5月份在日本创刊的一个杂志，这个杂志所代表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三种理念的啊，第三种理念。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我就非常奇怪的是，就是刘凤祥他在监狱里面，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啊？通过我刚才说刘凤祥对杨小凯所讲这段话，我们看出来他其实是有这么一段思想，他有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应该说他秉承的是这个周德伟的这种思想，或者是阎福和张自昭他们的这个思想啊。所以杨小凯1968年被抓到牢里去，他就和刘凤祥有了交集。刘凤祥是在1970年4月份被枪毙的，那么在他枪毙之前，应该说在监狱里面，刘凤祥这个人物和杨小凯这个人物有两年多的时间是有交集的。毫无疑问，这种交集就是他们在牢里面这种交流，杨小凯应该是深受刘凤祥的影响啊，深受刘凤祥的影响。我的问题在于，刘凤祥这个人物的存在，或者说刘凤祥这种思想的存在，那么证明了一直到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这么一个时间，在民间还保存着以阎福、张自昭、周德伟为代表的这种认同英美保守主义、认同宪政民主道德的这样一群知识分子。所以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我就对刘凤祥产生了兴趣。我是因为杨小凯而觉得要去追寻刘凤祥这个人物啊。这些年我其实是做了很多努力的，但是这种努力的成果呢不是很明显啊，因为他在1970年，刘凤祥在1970年4月份被枪毙以后啊，他的这些档案、这些资料都是绝密的，都不对外开放，所以很难找到他的这个人生的蛛丝马迹啊。那么我通过我这个一些信息的这个收集啊，刘凤祥是1932年生人，祖籍湖南岳阳，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49年11月在浏阳县委办公室担任主任，1952年入党，1956年担任湘潭地委建设报的主编，1956年7月
刘凤强从湘潭地委建设报调任湖南农民报，担任编委。1957年化为右派。1968年3月被捕。1970年判处死刑。1971年4月份被枪毙。那么到1984年湖南高院下文平反。同时1985年湖南日报下文平反。所以他是一个被肉体上消灭的一个人啊，这个非常可惜，因为他被肉体消灭了后，所有关于他对他的一些研究和这个探寻这个路啊都中断了啊，中断了。原来我是这样推导的，就是刘凤强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呢？我推导是周德伟啊，1933年去德国留学啊，去英国留学。周德伟先生1933年去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留学，师从哈耶克。他是哈耶克先生的第一个这个华人亲传弟子。那么周德伟在1936年抗战开始以后，从德国，注意啊，是从德国而不是英国，回到了湖南，在湖南大学创办了经济学系。这个经济学系主要是传播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所以原来我以为刘凤强是不是在湖南大学接受了教育，然后他了解的，他从周德伟先生呢了解到哈耶克，然后他接受了这种英美保守主义的这种理念。这是原来我的猜测啊，我是按照这个逻辑去寻找的。但是看了刘凤强的档案以后，这个被推翻了，这个结论被推翻了。为什么呢？因为1933年他才一岁，就是当这个周德伟先生离开中国，受铁道部委派去这个英国留学的时候，他才一岁啊，他才一岁。那么就是他回到中国来讲课，他也才三四岁。显然这个推断是不成立的。他是不成立的。所以我的探寻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我也知道我原来这种推论啊，推论是这个是错误的，是一条这个不可能，这个没有逻辑自洽的这么一条道路。所以我必须要重新来。为什么我要去寻找刘凤强啊？因为刘凤强的思想对杨小凯产生了影响。杨小凯后来去学经济学，在普林斯顿和莫纳什大学做经济学研究，包括他利用数学模型为经济学所建立这种思想体系，实际上这一切统统都是在实践刘凤强对他启蒙的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因为我一直想从刘凤强推到周德伟，从周德伟推到这个严复啊，然后从周德伟再推到这个哈耶克，从严复推到贾银，去寻找这样一条中国保守主义和宪政主义思想的谱系，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因为刘凤强被灭掉啊，在灭掉，所以我的这种推导的这些脉络就断掉了啊，就断掉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当然我还补充一下啊，这个杨小凯在监狱的时候，他不仅遇到刘凤强，他还在他的牢里面遇到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对他影响也很大。然后他还认识了一些被划为右派的一些教授，他跟着这些教授学习英文，学习高等兽学啊，应该也是啊非常有成果的。所以我说这个命途多舛的杨小凯，他因为有十年徒刑，他在监牢里面完成他的人生的第一课，就是他的思想启蒙啊，思想启蒙。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一下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啊，回到他的经济学思想。这个杨小凯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有交集啊，有些交集。交集就是在1983年的时候，这个由于武汉大学刘道玉先生的帮助啊，杨小凯到武汉大学出任了经济学的讲师啊，讲师。在这之前，他在李瑞和一些其他的这个
重要人物的帮助下，他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的这个助理研究员，啊，助理研究员。那么到了83年的时候，啊，大家知道武汉大学的刘校长，刘道玉校长是一个了不起的教育家，他在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其中就包括破格的结束杨小凯。为什么说接受杨小凯是破格的呢？不是说杨小凯的学术水平不够，杨小凯的学术水平已经相当高，是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从牢里出来的劳改犯啊，在那个年代，讲政治挂帅的年代，在大学里面接受一个劳改犯判了10年徒刑的人，这种压力是很大的。但是这个刘道玉校长这个顶着压力啊，破格的让他来教书。你们看这个邓小芒先生写这个他的回忆录，就是他住在湖滨的时候，这个和杨小凯成为邻居，他回到当年他们这些生活，现在非常生动啊，非常生动。那么1983年杨小凯到了武汉大学以后，其实按照自己他的回忆，就是他在牢里面学的这种高等数学和对经济学的这种研究，实际上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啊。那么有一年，这个周志庄先生，这是一个世界上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啊，周志庄先生到武汉大学来讲学。那么在武汉大学期间，他就遇到了杨小凯，他和杨小凯交流过程当中，他真是暗暗称奇，他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就是他在经济学和高等数学这个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让周志庄先生非常的佩服，所以他说，你到普林斯顿，你来读博士，啊，要让他到普林斯顿读博士。但是大家知道，我刚才说的，杨小凯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判了10年徒刑，从牢里面出来的一个人，他根本不可能去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在这个时候，又是刘道玉先生站出来，啊，刘道玉校长给当时时任国务院总理写了一封信，就专门为这个事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希望当局能够批准杨小凯去普林斯顿读博士，啊，拿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个后来我听这个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他的秘书李先生讲过这件事，是他亲自来处理的这件事情，完全这个满足了刘道玉校长的要求，也随了杨小凯去普林斯顿留学的愿望。应该说，由于这一系列的人物的帮助啊，首先是李瑞先生帮助他去中国社科院，后来是刘道玉先生帮他去武汉大学，后来也是刘道玉先生和时任国务院总理以及这位总理的秘书从中帮助，啊，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啊！这都是现在看来，这都是这个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促进他啊，吉人天相啊，吉人天相。我说一下杨小凯的经济学啊，杨小凯的经济学其实它的框架是非常简明的啊，它其实就是借助现代经济学的受力工具，符合了苏格兰启蒙学派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一个核心的经济学思想，就是劳动分工的经济学理论。我们没有必要去这个过多去阐述这种理论，这个也很复杂。杨小凯自己把自己称为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啊，他认为他所做的啊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他的这个思想的核心在说什么呢？他认为作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分工和市场其实是一体两面。市场的发育有赖于交易的效率，交易在本质上是产权的交易，交易的效率取决于有效的产权自动安排和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这大概就是他大概就是在讲啊。那么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这个所达到的高度是公认的啊，是公认的。因为其实在华人的经济学里面，这个学界啊，他是两次被作为这个
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啊。当然说实话，我也不是说这个特别看重这种所谓的提名啊，这种提名其实也没有这个很大的意义。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标志啊，就是有的经济学家，那些曾经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非常看好这个杨小凯，因为杨小凯所做的这些经济学的这个研究，他的功底是非常扎实的。他在牢里面所学的这个高等数学和他在经济学上面所做的探索，的确是达到相当的高度，这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杨小凯终身所关注的是中国。我讲这点非常重要。杨小凯他的这个再多的这个诺奖提名，是不是他所讲的统统都是他所关注的统统都是中国的现状啊，是中国的现状。那么我在他的这个关于对中国的关注这个经济学的范畴之内，我重点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后发优势，一个是关于私有产权保护啊。大家知道，在这个80年代和90年代。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的迅速成长，我们大概有持续30多年的时间，我们的 GDP 成长是每年都超过百分之，这个接近超过或者接近10%的啊，这个被认为是一种所谓的世界奇迹啊。其实我们现在来看也不是什么世界奇迹，因为这个谢卓斯教授他又曾经用他的方法去做了一个分析啊，他其实认为我们。经过了40年以后，人均才达到8000美金，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高的这个数字。它和台湾、和新加坡、和东南亚有些国家比较起来，我们并不高啊。但是在当时来讲，的确有一片叫好之声啊，一片叫好之声。在这个叫好之声的背后，有一种理论学的这个声音啊，理论界的声音。这个理论界的声音就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1995年前后，到处大讲后发优势啊，后发优势。什么叫后发优势呢？就是他们认为，后进的国家只要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就可以实现后来朱上啊，后来朱上。他们用中国30年的发展在论证一个道理，就是说，其实后发并不是一个坏事。后发是有很多好处的，因为它可以模仿先进啊。那么，在这种一种朝野一片的乐观情绪当中，甚至在95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更加这个叫好的声音，就是叫所谓中国模式啊，中国模式，把这种靠后发优势模仿先进而得到的经济迅速的成长。总结为一种模式，啊，认为这个是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的东西。那么，在一片的这种叫好声中，一片的乐观情绪之中，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啊，来大讲后发劣势，这个人就是杨小凯，啊，就是杨小凯。别人在讲后发优势。讲中国渐进的这个发展，讲中国模式，啊，把我们认为这个所有这条道路是这个区别于欧洲、区别于这个美国所发展的一种极好的模式，是给第三世界提供的榜样。但是，头脑清醒的杨小凯，他大讲后发劣势，啊，后发劣势。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迟缓，模仿空间很大。有很多东西根本不用创新，可以直接模仿发达国家。但是他认为这种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外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变革的情况下，通过技术的模仿实现经济的快速成长和发展。但是他认为这个不是什么优势，而是一种举重。举重啊，是一种举重。为什么他为什么说这是一种举重呢？他认为，由于这种巨大的落差所导致的巨大的模仿空间，会使很多后进国家只重视模仿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和技术模式，而不会去认真的进行国家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样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
但是由于没有根本制度的变迁，它会给长期的发展带来非常巨大的隐患，甚至会造成发展的失败啊，发展的失败。杨小凯进一步认为，在不改变制度的前提下，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的企业会贪腐横行，国家整个体制的活力必然会被这种模式所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的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他说，当年苏联只模仿西方的技术，不模仿制度，最后他彻底崩溃了。苏联时代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不光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为此迫害致死，这就是一个后发劣势的活生生的例子。其实杨小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杨小凯的这一思想，这种后发劣势的思想，越来越被中国的实践所证明。我们可以看出，杨小凯是一位极有远见、头脑非常清醒的思想家，而且我认为他是一个先知式的学者啊。就像耶利米当年在对待这个巴比伦子囚的那个时代的人，他的预言虽然不好听，虽然不为这个最高当局所欢迎，但是他讲的是实情，而且最后的社会实践也就印证了他这种先知式的预言。其实杨小凯在那个时候就在提醒我们，后进国家在整个现代化转型的模式当中，不光是要发展生产，而是要变革相应的制度。我们可以把杨小凯的这种理论框架来看一看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啊，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其实我们这几年在日本的行走也是在做这种比较啊，做这种比较。那么杨小凯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他不但在宪法当中规定了私有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的模仿英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的时候办过几个模范工厂以外，基本上不办国有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实行公平司法，可以达到执法者的第三者的仲裁的功能，这样使得私人企业蓬勃的发展起来。另外杨小凯认为，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权益来保护推广西方的专利制度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在得以广泛的在日本得以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开始利用专利制度大量发明创造新技术，这种成功技术通过私人企业的剩余权，经由购买专利的公司很快变成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那么我们看中国的洋务运动，杨小凯认为，晚清洋务运动失败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它是在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这个基础上展开的。杨小凯认为，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独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和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而且利用其裁判权的权利追求作为其球员身份的利益。我们可以说，从今天中国的实践来看，30年的经济发展的确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这么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取得了长时间经济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由于没有制度变迁，由于没有观念的变化，由于没有建立起一套能够支持社会转型的政治法律体系，所以今天的社会矛盾开始暴露，后发劣势渐渐显现。
这个我可以用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杨小凯的这个理论啊，因为我本人这个在1990年的时候去创办了长江证券公司，我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一个亲历者啊，是一个亲历者。当时我们在90年代去投身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时候，我们是抱着极大的热情，也是抱着一种崇高的信念去建设中国资本市场。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有几个最起码的一个设计，一个框架的设计啊。第一个就是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它不仅仅是一个融资制度的变革，它是一个产权制度的变革啊。它是通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完成企业的私有化，通过这个产权的私有而形成新的这个公司模式。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中国资本市场的成立和中国股票这个证券市场的建立，它其实是中国近代以来，就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第一次对企业治理结构的一种探索啊。因为实际上我们中国虽然有洋务运动30年，虽然有1927到1937年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黄金10年，但是中国其实一直没有完成现代企业制度的这个治理结构的转型，是一直没有完成的。那么在1990年开始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它其实是给中国的企业治理结构的探索和研究提供了一个窗口机会啊，就是一个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以后，怎么样通过董事会的模式啊，通过董事会的模式来对企业进行管理，同时企业在私有化以后，民众成为企业的持股者，这种外部的契约监督对企业的治理结构的这个变化的探索也是极为有意义的。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就是从90年开始的中国的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它相配套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它其实是近代以来一次对企业治理结构最好的研究、探索和实践的机会。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90年到现在30年时间过去了，我认为这个探索是失败的。大家知道，我们不仅错过了窗口期，而且我们根本没有利用这个极好的窗口期来实现对中国企业的这种治理结构模式的探索啊，这个过程没有完成，没有完成。我们今天又回到了这个啊，公司党委凌驾于企业这个董事会之上这么一个模式，而且在资本市场这个体制之下，通过价格，通过股票的价格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的变更来引导产业结构实现的升级换代，这个目标也没有实现，应该说啊，按照我的观点啊，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个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啊，是失败的。我给他这个下这个失败的定义，它是有这么几条原因：第一，中国资本市场已经丧失了财富效应；第二，中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尝试完全失败；第三，资本市场成为权贵资本分肥的工具；第四，国有企业重新回到社会的主导地位。所以我们从资本市场这一项改革可以推导到其他，我们再回到杨小凯的思想啊，就是说没有基础制度的变迁的模仿，虽然这种模仿的空间极为巨大，虽然我们可以会极快的去学会这个模仿，但是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没有这个基础制度所给它带来的这些变更，那么单纯的作为工具性的去探索的这种活动是一定不可能持久，而且它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对于我们来看杨小凯，我们为什么说他是像一个先知一样的一个人物的存在啊？因为当年林毅夫在讲后发优势的时候，
他所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要渐进的改革。那么后发优势非常满足中国人这种虚荣，所谓的渐进改革，同时也为当权者所这个接纳啊，认为我们可以并不需要伤筋动骨，并不需要去走那种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中国照样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杨小凯针锋相对地提出的后发劣势，他的背后是要完成一个宪政秩序的构建，要避免国家主义这种出现啊，这种出现。我觉得他在啊、在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回过来看啊，我们所谓的贸易战什么的这类东西，其实它都是一些国家机会主义的产物啊，国家机会主义的产物。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果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啊。我们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外贸依存度。什么叫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就是说，在100块钱的 GDP 当中，有进出口拉动的比例占多少？中国最高达到76%，在世界居第二位，最高的是德国，其次就是中国。那么外贸依存度达到76%的国家，我们是怎样把中国的产品卖向世界？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最重要的依托就是能够完成这种外向型经济，能够完成76%的外贸依存度的核心，是我们依靠了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一个世界贸易秩序啊，这个贸易秩序包括联合国，包括世界银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国际清算体系，包括 WTO 这里世界贸易秩序和国际司法仲裁体系。我们并不是靠什么坚船利炮去打开市场，我们完全是利用一个既定的一个世界贸易秩序来完成。但是这个贸易秩序它本身为什么能够顺利的运转，就是希望每一个成员都遵守它的契约啊，遵守它的契约，就是你是一个合理的守法的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搅局者。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在加入 WTO 以后，保证在15年内所完成的国家制度变革的这些承诺都没有达到啊，都没有达到，包括我们对企业的补贴、外贸补贴这一类的这个行为，它是非常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也是违反了这个世界贸易秩序的。所以当别人对我们这点提出挑战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开始翻脸，就开始变化，就开始给别人打仗。首先是我们自己没有遵守这种既定的契约精神啊，这就是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的立场。关于杨小凯经济学的思想，我再说第二点，就是他对私有制的保护这个概念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大家知道80年代的共识是市场经济啊，我在很多场合都讲啊，莫干山会议也好，八三零会议也好，它的核心都是指出中国要走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就是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啊。所以在当时所有的人为什么说是共识呢？认为中国的出路其实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但是杨小凯的贡献在于，他看到了问题的更深一步，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人产权制度。杨小凯认为，如果私人财产不受到保护，财富没有安全感，市场经济即使发展了也会崩溃。他从中国历代王朝王权律例侵犯产权，任意剥夺商人的财产这个历史提出，政权不归位，私人产权不可能到位的观点。所以他由此就进一步提到宪政秩序的概念。什么叫宪政秩序呢？宪政秩序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他对公权力的约束，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第二，对私权力的保护，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我们今天改革到了今天，正是私人产权的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杨小凯认为，中国要富强，不能够再重蹈历史覆辙。最有效、最根本的改革就是保护企业家的私人产权，并将政府垄断的种种特权
废止。就像孟德斯鸠所言，财产所有权是最大的道德。当法律不保护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的时候，社会道德是不可能的。杨小凯认为，权力一旦干预经济，无论是否出于善意，无论政客多么精明过人，都必然给市场的自发秩序带来灾难。更何况权力往往倾向于自我膨胀，往往造成既踢球又吹哨的国家主义，祸害极大。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有限政府、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为核心的美国宪政体系才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秩序。哦，差不多讲了一个小时了啊，下面我讲第四点，杨小凯和基督教。这个我在第三点最后的结论就是，杨小凯认为这个保护私有财产才是这个发展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这个论点，他显然比其他的经济学家都要高出很多。因为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我们就要走市场经济道路，我们就要发展市场经济。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发展市场经济它的条件是什么。所以杨小凯他看到了后发劣势的核心，是因为我们想通过一种不变革基础制度的方式，一种机会主义投机取巧，就达到我们发展的模式。然后继而他又认识到，保护私有产权的核心其实是宪政公有权利，其实是一个宪政秩序。那么杨小凯的这种宪政思想，这种宪政秩序的思想，它的源泉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觉得要追寻着杨小凯这种思想的根源，从思想的角度去追寻他为什么要接受基督教的理念。因为有人认为杨小凯其实是晚年患病以后，他因为为了这个身体的健康，他才信了基督，他是希望上帝保佑，这个是错误的，他是错误的，同时这是不符合历史的。杨小凯最先接受基督教，我在前面讲过，是在1968年，他在牢房里面碰到一个基督徒，而且这个基督徒毫无疑问给他带来极大的影响啊。他说这个基督徒是因为去写一张大字报被判了10年徒刑，但是这个人在那种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在这种政治迫害面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害怕或者恐惧，他除了每天祷告，还为同房的老友们祷告，他经常说他自己是上帝让他承受苦难。毫无疑问，在1968年他20岁的时候，他所接触的这个人物一定给他一个记忆，给他一个精神的坐标啊，给他一个精神的坐标。所以杨小凯他曾经回忆，他认为他自己比较系统的接受的基督教理念是受到了哈耶克的影响啊。他读到了哈耶克的著作以后，他发现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自由能够使社会秩序不断扩张。那么他在研究基督教的过程当中发现，在经济上能够使自由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新教，对经济发展，对他认为在经济上能够使社会自由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新教，对经济发展、对世界和平、对永久的和平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杨小凯同时也认识到，基督教对社会文明的影响，就是它有一种第三者功能。他认为一个社会如果运行成功的话，这种第三者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在天上，上帝和耶稣都在天上，他和人没有利害冲突，他既不跟人争权，也不跟人争利，他更不会去争什么超级大国的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而一个和平的秩序非常需要这个功能，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第三者功能，这个社会没有宗教，很多事情是无法实现的。杨小凯在他的回忆录当中坦诚，他信主的过程和他对基督教与宪政秩序的关系的认识是有密切关系的。他觉得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是他永远尊重人的自由选择，他从来不会用专政来强迫你选择，而且宗教不会用暴力去压制，宗教强调爱人，甚至爱敌人，强调宽恕，强调不把人分成等级，
耶稣所爱的是那些最低贱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形成永久和平和正义制度的基因，这种基础。杨小凯说，基督教无条件的禁止一些行为，比如说实践。为什么基督教发达的地方经济也发达呢？因为信教的人有一个取之有道的承诺，而信教的人来说，承诺非常可信，所以基督教文明国家的大公司可以发展起来。没有基督教文明，只有小家族公司，大公司搞不起来。发达的国家有政府和商界形成共识的最佳商业行为准则，一共有10条，这对大公司的治理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最佳商业行为的原则源自于圣经的实践。所以杨小凯认为，基督教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一种秩序，这种政治秩序就是要有一个永久的社会和平，要有一个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它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你是小偷还是警察，你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认为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比方说，他认为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规则的人能够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是竞争的失败者自然的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的游戏，竞争失败者自愿地来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以后，大量的政治资源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其实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1917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不认输发生了革命。基督教信仰者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这是非常关键的啊，非常关键的。我在一篇文章当中也写到啊，就是杨小凯他在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在美国的一个城市，很多这个政治流亡者都集中在这个城市啊，在波士顿。那么他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跟这些人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他说，我反对职业革命家那种极端的政治。他认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啊，他对当时这些精英，这些六四的精英说的啊，他说这些流亡者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要用站得住脚的经验来建立自己的公信，要凭自己的本事和凭自己的职业去建立自己的公信。他说我们争取民主，争取法治，争取宪政，但是我们要有正当的职业，要以自己的职业专信能力来建立公信，否则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你们这些人和上一代职业革命家是一样的，只是跑到国外来吃政治饭，然后回到国家再吃职业革命家的饭。杨小凯说，如果我们这个所谓的第二代职业革命家用这种方式来取代第一代职业革命家，那我们的中国的历史怎么进步呢？我们是不是还是在这些革命的环节上循环呢？所以我觉得杨小凯这种提出来用职业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公信力的观点，完全是基督教新教的理论。它体现了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精神，也体现了加文主义的那种新教伦理，那种资本主义精神的理念，就是用自己的职业，用自己的世俗行为来荣耀上帝。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其实基督教思想对杨小凯的影响非常深刻啊，非常深刻。这个杨小凯是一个基督徒，他非常虔诚的皈依了基督。啊，04年，这个14年，我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见到他太太这个吴小娟。这个吴太太告诉我，她说他们两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们的大女儿已经读完了神学院的神学硕士，大女儿和女婿一起都去台湾做了牧师。啊，我们可以看到杨小凯包括他的家庭和基督教有非常深的这种渊源。所以有些人说杨小凯信奉基督教是因为他生了病，是希望从上帝那里洗澡一种精神寄托，
让上帝来保佑他，使他病情好转，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是不正确的。已经有一个小时多了啊，我现在最后简单的说一下哈耶克对杨小凯的影响啊，最后一个题目。杨小凯认为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深远而无孔不入，这是他对哈耶克的评价。哈耶克对20世纪乌托邦主义思想的批判和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今天大多数人对乌托邦主义进行批判的中国人，多是从乌托邦主义实行以后的经济效率不高来着眼，而哈耶克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着眼点是制度的形成机制。哈耶克认为自由社会的制度是一种自发的过程，从没有人有意去设计整个社会制度，因此这种制度的形成是千万人互相竞争互相作用的结果。所以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包含了所有人所知道的互不相同的信息，而竞争过程也使人无法垄断制度设计和形成机制，因而无法利用这种垄断来省人利己。所以信息的合成过程将信息传递中的歪处降到最小，而乌托邦主义的制度是世上第一个由某些思想家为社会总体设计的一种制度，它不是自发的在一个竞争过程当中形成，因此它包含的信息量受到某个思想家所知信息的局限，不可能是亿万人相互作用将不同的信息综合使用的啊。这一点我们看这个杨小凯对哈耶克的这个评价，也是证明哈耶克对他的影响啊。大家知道在这个苏联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成功以后，特别当时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大危机啊，那么这两种秩序在形成的竞争当中，好像这种资本主义，好像这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啊占了优势，它似乎成为人类的曙光啊曙光，甚至这个包括像窦唯、像罗素这种人都到苏联去朝拜啊，他们到处宣传，导致全世界思想的左转。但是在这个时候，只有哈耶克站出来，他写了一本书叫《通往奴役之路》。他也像先知般的指出来，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人类社会不可能是一个通过理性来构建的对象，凡是用理性来构建、来设计人的社会的模式的，统统都是人类的灾难，统统只会走向奴役。而冷战前后的实践证明了哈耶克的正确性。所以这个杨小凯认为他这个读哈耶克的这个思想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在自由的社会当中，制度和秩序是自发形成的，不可能由少数思想家设计，而乌托邦主义的社会正好相反，它是由少数人设计出来的。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大行其道是边沁主义啊，边沁主义的核心就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可以通过理想来构建的对象啊，这个就是人类灾难的开始。第二，自由社会中的制度都是一些游戏规则，人们只对游戏规则是否公正做出判断，而不会对谁是胜者和社会要追求什么目标做出判断。而乌托邦主义的社会的特点是规定谁应该是胜者，什么是应该是社会追求的主体目标。所以杨小凯认为这个都是非常错误的，是灾难的，是通往奴役。好，这个一个多小时以后啊，我的讲座到此结束。我今天讲了这么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命途多舛的杨小凯啊，讲到他的经历，他在1968年完成中国向何处去的这个万字长文啊，名震天下，名动一时，但是因为是给他带来的灾难，使他进入了监狱，但是监狱恰恰是他完成了他人生的启蒙，他遇到了这个刘凤祥这个人物。第二点就是说啊，他的经济学思想。那么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当然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是他的后发劣势理论和对私有产权保护的理论。那么第三个我讲到了他和基督教的关系啊，这种逻辑的理念在于杨小凯正是因为看到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私人产权保护的意义，
他由此提出了宪政秩序的问题。他认为宪政秩序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如果没有对公权力的约束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不能成功的。那么由此他从宪政秩序推到了基督教文明，他认为基督教文明可能会是人类社会当中能够有助于这种对权力约束和对私有财产保护一种最公平的一种这个宗教信仰啊，他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第三者功能。第四个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哈耶克思想对他的影响啊。今天是这个假日啊，感谢大家来收听这个我的讲座。今天没有舍计提问题的环节，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由这个群主去集中啊，到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再来回答。最后我要特别补充一下，就是啊，这个李志华先生有一个先知书店啊，有个先知书店，这个先知书店正在出售这个杨小凯的这一套这个文集啊，一套文集，应该说这一套书是非常珍贵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好像只有在先知书店才有买卖啊，才有买。所以这个李志华先生在我演讲之前也特别这个联系我，希望我为他做一点推广啊。我想大家如果有兴趣啊，杨小凯先生的书是的确值得读的。好的，我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